德邦总管和曙光女神最近出现了女坦出 AD 装备的黑科技玩法，作战能力十分强悍，拥有超强控制的同时还具备不错的伤害能力。那黑科技 AD 女坦有多厉害呢？听说让赵信甘拜下风，我们来看看吧。先看看双方的普攻伤害。赵信要厉害点，都用技能会如何呢？双方先不用大招，果然女坦赢了，不过双方差距较小，都用大招是什么结果呢？双方可用大招对决。还是女坦赢了，这次双方差距还变大了不小。有人说赵信在站撸的时候不用 W 技能会更好，那我们再来一次试试。双方再次对决，还是女坦赢了，这确实让赵信甘拜下风。你们觉得黑科技女坦可以拿去上分吗？下期视频是大嘴对决沙弥拉，听说沙弥拉随便打大嘴，我们下期再见。